对哦，阿哥慢跑啦，对哦，哦，对嘛，收个臭肥，这种中肥，袂使安尼讲吼，人就爱收个保守的，无袂使安尼讲吼，蔡同总讲起来，伊也长寿啊啦，啊伊巧伊毋是讲伊臭肥啦，遐济个叫长寿啊，对无？有你话，你上你贵姓？我姓柯。靠先生哈，二红岭厝的，甲他拄迄个黄进第二张吴先，结果，伊讲好，迄、那个黄进第二张吴先蔡同荣啊，哇，黄二张伊足欢喜的，虽然蔡同荣过身了，不过对台湾来讲的实在太大，什么叫做公投？伊讲传一摆啊，什么叫做全民主权？主权在全民，公投才是啊。所以伊这个伟大，我也好热情。以前美国就一直拍拼，拍拼。好，对，还动起来，更加赞。还什么 FAPA 哈，发拍，拍发。那个美国在台协会，不是的。这什么协会？好，发拍啦。伊台独联盟啊，台独联盟蔡同荣是第一任的创会会长。蒋介石啊，阿伯死前那接受伊个概念吼，台湾人即马免遐苦啊。台湾人即马嘛是一国，中华民国嘛是一国。安尼一边一国，两边两国，可惜蒋介石无眼光，害死因囝蒋经国，害死因孙马英九，啊，佮害死咱只台湾人。叫做一边一国是无可能的。蔡同荣先辈实在厉害，安尼伊安尼三十年前伫遐画。真知灼见，蒋介石甲提亚都无可能害死台湾人啊！阿姐来请。我找你啊，代志。好啦，来走。我知影你，我只找你。